市长吴怡切二十四号代表市政府甲在地交流协会日本官员，这会出席2019 Friendship Bus 计划的启动记者会，期待伫去年甲三个城市互动之后，今年会当透过甲21个日本城市的文化交流，互日本的读者借有外套充满台南味的册，来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深化在地友谊。首个市长吴怡切代表市府出席2019 Friendship Bus 计划的启动记者会，为去年甲三个城市的活动，到今年大大增加到21个日本城市的文化交流，和日本为北到南的读者，借由外套充满台南风味的册，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在地亲交的友谊。借着书本，借着一些读物，还有一些文创产品。所做的这个 Friendship Box， 我觉得也是相当真切的。那非常高兴，我们台南市有21个友谊城市以及姐妹市能够开创彼此城市之间深一层的这个交流以及友谊的建立。那我相信未来它持续深化。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在地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加藤英次所长会中，致辞感谢市政府，和日本唯一一位长期派驻伫台湾地方政府的群马县水上町公务人员阿部真信，赠送台南日本册给日本，透过这本册，和日本民众更加了解台南的地方特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更新用心推展立台各方面的交流。真心希望更多的台湾朋友来日本访问，更大的期待是有更多的日本人来台湾访问，让立台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层，更加紧密。这次电委会也邀请来宾伫暑假期间的7月26号到8月4号来台南参与 U12 世界杯棒球赛的盛会，可以当享用价值4的酸药冰小酥。记者陈嘉生、齐进户采访报道。